对老百姓的事情啊，时时放心不下，唯恐做不好。我们的目标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。上个世纪60年代末，我还不到16岁，就从北京到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，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。 乡亲们的生活啊，十分的困苦，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。我从那个时候我就说，今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，我要从政，做一些为老百姓啊办好事的工作。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，期盼有更好的教育、更稳定的工作。 更满意的收入，更可靠的社会保障，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，更舒适的居住条件，更优美的环境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。我们要有很多的时间到中国的农村、工厂，去和普通的群众见面，去了解他们的 喜怒哀乐，冷暖安危。党中央制定的这些政策措施，看你们是哭还是笑。要是哭，我们就要注意；需要改正的就要改正。到乡亲们家中，同他们聊天，他们的生活存在困难，我感到揪心。他们生活没好一点，我都感到高兴。我看到你们这个生活啊，看到你们现在 所洋溢的这种幸福感啊，我内心也感到很欣慰。医生追求什么？你要什么？我觉得的话呢，就是要一种充实，要自己做一些事情，要做一些呢为老百姓有益的事情。人民的信任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， 也是我肩上沉甸甸的责任。我将无我，不负人民。